大家好，这里是天使鸭。圣诞节啦，今天呢我给龟龟们准备了漂亮可爱的卡通壁纸，来跟我一起给他们的缸装饰起来吧。那在换水前呢，我得给你们看看这个超级埋汰的缸。刚才我这刮了半天褐藻绿藻，水特别浑浊。把旧的壁纸拆下来，话说那张已经用了一年多了，有点发黄了，换上这张感觉超可爱呀。这次没有选择那种喷水油的方法固定，只是把边角用胶布粘了一下，然后放上透透的过滤器，用酒精棉再把边边角角擦一下。你们看我摆绿桶只用了一秒钟，但其实我洗了它好久好久。养龟人都懂啊，洗过滤真的是最费事儿的。接着把石头、装饰液、晒台都放进来。这一换完壁纸，感觉这缸怎么不认识了呢？把两个小朋友也放进来，先让他们熟悉一下环境。我们先去贴别的。剃刀呢，在前几天已经顺利搬到旁边的这个黑缸里了，现在给他换一个黑色的壁纸。这一段的重点其实并不是我在贴壁纸，而是旁边的哈总，他真的太可爱了，现在脑袋越长越胖，还特别喜欢互动。只要我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内，他就会一直看着我，追着我。给哈总选的这个是紫色背景的 Hello Kitty，毕竟我们是女孩子嘛，应该会喜欢吧。接下来是一看到这个缸就有点想笑的冰雪公主奥利弗，因为这个缸花了嘛，所以贴着贴着我突然觉得这壁纸没什么必要啊，完全看不清啊。不过奥利弗好像还好奇了一下，瞅了一眼。整体效果嘛，其实还是可以的，毕竟壁纸这么可爱，咱就当欣赏个朦胧美吧。下面就轮到这个缸的底面也是有一张纸的，我把那张纸也撕掉了，所以现在这个缸看上去底面像个镜子似的，超级反光。小虎尼还一时半会儿没缓过劲儿来，他躲在叶子里探出脑袋看我的样子，这个小眼神实在是太萌太可爱了。咱就说呀，这个小虎尼是咱家现在可爱第一名，大家应该没意见吧。接着看看楼上的东方小朋友在干嘛呢，这个小眼神儿怎么感觉有点委屈啊。东方呢虽然还是个宝宝，但是他这个脸纹嘴纹长得太霸气了，总感觉是不苟言笑呢。我们来试探一下他，这个互动还是可以的嘛，果然是像外表一样是个奶凶的小家伙。还记得我家所有龟啊，唯一在刷背时被咬了一口的就是他干的。再来看看小公主，奥利弗说了，强纸是不错，可惜咱啥也看不见呀，下次别贴了。